Hello， 我是库玛，今天来吃一间档次有点高的三元韩式料理，全名是三元花园韩式餐厅。这看起来小高级耶，来听一下石锅拌饭 ASMR。这个炸鸡三个人都吃不完啊，这里的小菜可不是一碟的呢，还可以无限续哦。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。冰淇淋什么口味我忘记了，好像酸酸甜甜的吧。啊，哈根达斯啦。这里有很多盘子，哦，不是说这里有很多签名的盘子。门口的药柜很有韩国古装剧的感觉。老板记得灯要修一下啊，大家记得看到月亮可以许愿哦。记得订阅哦，拜。